经对，可以过啦，真的笑了，天哪，我真的笑了，我好痛苦哦，这剧场木珠也太多了吧，有点珠，有，我现在也偷打一下好了，啊，还偷打嘞，我没办法，偷打，后面又出不去。欸，你刚打那边，你打了几回合啊？忘了，好像蛮快的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把他杀死了？不好，你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把他杀死了。你把谁杀死了？那个啊，那个纯技能用的小怪。你说第一关？对啊。欸，怎么把他杀死了啦？开玩笑欸。你的问题啊。吃石头欸。哇，救命啊。嗯，那竞技呢？我不要吃石头接关，那个就算输了，我不喜欢输。他不喜欢输。对，不喜欢输。哦，反弹盾真讨厌呢。哦 ，Ryan 在笑你了。其实石头才是本体。石头才是本体，也太惨了吧。吃一下嘛。不要啦，是有多想要看我吃石头啊？很想耶。哦，太好了啦，进场三颗光珠。你怎么又是这种？我每一次打这种重要的关卡都玩这样。真的哦。对啊。牛逼哦！你在搞我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才发现欸，怎样？你他妈妈的魔族不能进。对啊，我刚就有跟你讲过啊，所以我说你火狂魔就已经死了。导弹哦，导弹。啊，乖。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把它转成这样？等一下，我死断珠欸，所以你死了。死了。欸，第一关欸，不是在跟奶哦，你还是没有可以过啊，那只是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吐槽了，你们光看这个地精队的公式就知道可以过了，好不好？不能过，这个是大于等于七 combo， 所以他没有攻，那我们可以慢慢刷。哎呦，干嘛？你觉得放七十等的解放火一剑，还是放解放个包妹子出去啊？随便啊，都可以啊。加油啦，没问题，地精 OK， 地精 OK， 真的 OK。安安，你才 OK， 你全家都 OK， 真的 OK 啦，不骗，真心不骗，好不好？你才 OK， 我说你全家都 OK。刷一下，至少要把那个苏妲己弄到跳起来一回。我这样就浪费了50体耶，我觉得好难过、喔。不要难过啦，居然给我断珠。兵家常事，哎、欸，居然没有！哦，这是一样哎，进场又是三颗光珠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。要开到半夜可以啊，龙打可以啊，龙打很轻松啊，龙打应该是目前看起来最轻松的队伍了。不要等。所以我说那个石头呢，回体啊，没有那个，哎，对，哎，把前面元素掉光。哎，我的新珠嘞，说好的新珠呢？怎么的？说好的新珠呢？要干嘛了？你等我一下。怎样？他被家人叫走了吧？应该是吧。看这个版谁应该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六还没有七，龙打一次过没问题啊。我想要在第一关就把宇文拓给存起来，可以啊，好像打了要打很久的样子。哎、欸，哦，好烦啊、哦。What？ 你又死掉了？啊？没有啦，你又死掉了，怎么可能？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七八好像九十，好像应该开个招，对不对？开招好了。欸、这个石头、啊、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哎、欸，好像石头也吃不掉了。第二个是有多想看我吃石头啦？这不是第一次。好，OK，OK。接下来是那该死的那个25%盾哦。我遇到反弹盾，我就很想开龙科。为什么？因为反弹可怕啊。会吗？不去了。会啊。我这样还打到25%、欸，他血量可见真的很少。场上八颗哎。弹回去。弹回去是怎样啊？也太会弹了吧。嗯。对啊。啊，开龙科是对的。对，谁在那边转我都听到了。我说的是龙，不是加苏打。哎、欸，太好了，我找到跟我一样纯龙爱好者了。我真的不喜欢带苏打机，因为他没有怎样，因为他没有什么什么，嗯嗯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欸、白木，但我就过不去。好啦，再来晋王关啦。水系会过吗？水系比较难，除非你有转属。好啦，过不去啦，太好啦。哎、欸，这版面好像不错、喔。这个石头好像不错、喔。是有多想看我吃啊，超烦的啦！不意外死在反唐盾了，很难过。是，怎么才四 combo 而已？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哈。我看我今天就来挑战，我今天进场可以拿到几颗光珠好了啦。没问题，可以吃几个。你也很想米拉吃石头吗？只要不是我吃，我就喜欢。哎、欸，来看一下今天进场有了啦，最后，等一下，这个两颗火珠是怎样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。为什么最后都要这样折磨我嘞？你最后珠子不能给我好一点吗？你这样我好痛苦、喔。欠责啊！欠责磨什么？没事。目前很顺利哦、喔。你才顺利，目前已经全家都顺利打第三次喽。第一次是守城，我要开龙科。你知道我现在整珠都要转很大力、欸，超级没天降哎、欸，怎么这么难过啊？有到分数了，有了，过了，让我，嗯，过了，地精队临时通关，火地精队临时通关。有啊，你有七颗啊！啊啊！好，就不要理了。那个回体力不算啦。为什么回体力不算啊？每次都反弹的，都觉得好鸡掰哦。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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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过了，都去啦，都去啦！啊！传说级。看一下、啊，一回合内光暗兼具幕府石效果。